你这辈子喜欢的东西都是摧毁我健康的东西，香烟啊、可乐啊，都是会摧毁我的健康的啊，还有女人啊，还有读书啊，图书损害了我的视力啊，我的人生每一样嗜好啊，都是用来减少我的寿命的，也几乎是悲剧的一生啊。我读书是没有类型限制的啊，我是什么书的书都看，我看过养猪的书啊，我也看过怎么样，我的读书趣味很奇怪哦，你们可能一辈子多数情况下不会想到我会翻译很多乱七八糟的书，各种诡异的书，就会拿过来翻一下，只要我觉得有趣，实际上我要是觉得有可能的话，我人生有可能的话，我会想着是不是去农村哦，去养几头猪呢，也是很有趣的一生。